点，都要坐车还是怎样的，所以餐厅就淡水河随便逛一逛吧。我真的很少逛淡水河啦，所以不知道。好，倒数第二题哦，是第一回的倒数第二题哦。繁星家有几只兔子？我家现在没兔子了，兔子在点点家，哦，布布在点点家了，所以现在没有兔子看了。那再来这一题，就是先休息一下哦。这个也很多人问啊，他说，不是假的假的，好想你，让我说完。教主生日快乐，波浪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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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想问问看，冒昧请问一下，繁星跟兔兔交往了多久？我好多好想问的，但最好奇是这个。来，我回答你。明年1月10号就是第五年了，对，是这样子。我心还好啦，我是比较想睡觉啊。我还特地想说，我应该没记错吧，应该是交往快五年了吧，然后就跑去查。所以严格讲起来，我应该是四年又几个月啊，七个月了，对吧？好啦，休息一下哦。要抖的，要干嘛的？赶快哦，我去喝口水哦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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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四十，感谢小鱼续订。好想你，四个月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教主生日快乐 FANSHINTBUR， 感谢 Tina 续订三七个月，你真的好久哦。繁星教主生日快乐，波浪服，波浪服，波浪服，教主感冒早日康复。对不起大哥。欸，刚刚是谁说什么我不是鱼哦？是谁？是吗？对不起，感谢小起点，你今天也生日哦，生日快乐哦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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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繁星生日快乐，波浪服，波浪服，波浪服。哇塞，好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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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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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等一下哦，隔壁被屠杀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 T H O E B E 零100港币，感谢感谢。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。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帕克赠送五个订阅，感谢。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快到月底了，小宋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最近也被屠哦，我最近 RP 风波过了之后就没被屠到了。挂网挂到都没有被吐到。好，准备下一题咯。等下八点半那个水里找我。所以等一下就先讲到八点半。好，下一题。教主是怎么认识点点的？这个其实认识也是网络上啦。因为他是阿千阿神那边的 mod，
那我是鱼干跟菜搭这边的那个朋友，加卡。919快乐。我看你抖这么多干嘛？你那时候你又跟我讲说没钱，你又抖这么多。哎、欸，老君，你看他啦。哎、欸，这是怎么？感谢某某，这欧元吗？感谢9.99。让我念完，拜托、哦。我没有凶，我不敢。感谢风间91.9港币。好啦，感谢小鱼919港币，感谢。我现在凶不起来，我现在好累哦。哦，那是英镑哦。我的天哪！感谢你在英国那边看我实况吗？还是好，刚刚讲到的，我是鱼干跟菜渣这边的人，所以那时候是因为玩具梦的，然后有拉到阿谦跟巧克力他们，所以阿谦那时候又想画退取贴图的时候，找了兔子，然后兔子也找了我啦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拉到同一个通话里面。然后就这样子认识到点点的，对，因为先讲到这边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跟点点有关的问题，等下后面再讲。感谢琪琪吗？还是西西？我真的字太像了。感谢琪琪、西西、小起点，我怎么跟我听到不一样？一样好吗？他说没钱就是为了抖给我，哇！你怎么不那天直接给我现金就好？你骗我还是我姐骗我？我没骗你啊，那时候就是阿谦找我们画贴图，然后这样认识的啊。不然我其实只是知道他是你那个阿谦阿神台的 mod 啊。好，下一题。来提对频道未来的规划嘛？这一题真的超多人问的。我未来规像刚刚也有聊啊，未来规划我真的目前还没有，因为现阶段我的规划，因为我又要顾影片，又要顾商品，又要顾画图，真的要顾的东西太多啊。最近兔子也比较忙，没有时间帮我做什么，然后水里也有他自己的东西要做。所以现在就是几乎都是我在自己处理很多事情啊，处理不了才是会问其他管理员。像这次 Q&A 是我请 Joko 帮我弄的，对吧？所以未来的事情我目前还没规划啦，反正就是先继续做下去啦。群英会那时候是因为那个啦，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我们那时候彼此都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们只有自我介绍，可是没有算真的认识啊。好，下一题也是很多人问的。这一题是，请问为什么会知道巧克力？当然会知道啊，人家 OUR 的欸，而且那时候玩 GMod 的时候也有拉巧克力啊，就巧克力阿谦。阿靖这三个 OUR 的哦，还有米奈是后面，我们就这四个 OUR 就是拉到跟我们一起玩的啊，当然会知道他、啊。然后下一题是叫绿色坦克问的，想问其他诶，想问繁星很呛又很长，车速过快的实况方式是天性使然的吗？对，就是我就是很做自己嘛，就是。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这个是我不知道是算优点还是缺点，可是我就知道这样子很常惹到人啊，这样子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就一方面有好有坏啦，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平时压抑起来，然后就是一次爆发就开始都不演了，对吧、啊？应该就是
有话就直说嘛，要开车就直接开起来啊。感谢感谢祝福哦。好，下一题。这题也很多人问，繁星为什么要叫繁星？这个就是之前有一个，我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日本动画叫做《星空的邂逅》啊，那时候我就中二病犯嘛，就取了另外一个剧，我就在魔力宝贝取的叫《繁星邂逅》，所以那时候从我真的是国中二年级哦，用繁星用到我到现在还在用。然后国中二年级其实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繁星计划之类的。老板安安下收惊喜王子啊，这个是要公审了吗？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一下我档案里。好，繁星为什么叫繁星？好。我先进一下地西哦，他们找我。我是要现在进来吗？我觉得不是，因为他现在在喂猫。喵哈在哪？喵哈。所以这个是要公审的王子吗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是吗？如果会让我哭的话，我不看哦。一堆切洋葱的影片。我看一下哦。打开，格波西在这里。打开。哦，还有上映的哦，白痴哦，哎，大家一起看啊。依然是首映会，白痴。你可以检举有虐待动物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他那时候吃这个吃的超开心的，哎，而且这只手不是我的手，是兔子的手，我只负责长进而已。哎，时间还早，我们继续下一题好了，不然好久哦。等一下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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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想问一下，以后要做灰师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？你的 EQ 要非常非常好，因为你的业主或是你的老板会叫你改东改西，改到你会发脾气。所以主要是你的 EQ 要很好，对吧，喵哈？想做灰师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啊，就是 EQ 要练好，就这样而已。下一个是繁星怎么踏入实况圈的？我对未来方向哦，这刚刚讲过了。啊，只是说怎么踏入的，就认识到鱼干跟菜渣他们啊，然后就是。被拉了进来这样子，不然其实我真的可能一定到现在都还只是个小粉丝，就可能还在超商工作，然后在期待他们出影片，跟大家一样啊，就是下班期待有影片看这样子。好，应该准备要看刚刚说什么生日影片哦。暂停，都可以解吗？我真的怕解视窗解去解到不该解到的东西耶，就是很容易，像网络上现在就很多，就是你一截图，然后不小心就是把那个忘记关台，结果桌面一些个资啊什么东西显示出来。截取视窗，显示器截取，
消，不是。哎呦呦，开始了。